车吗？对。他们刚才说怎么开始了？好不好？出来玩。我早知道哪个的套路了。我们今天呢又要出海了。对，今天是有任务的。最近好频繁的出海哦。好天气就赶快出了。是吗？刚刚有人说今天会下雨啊。下天气可是浪况是允许的。浪况。浪况。哦，对不起。那我们今天呢搭万豪的船出海，我们要进江小高岛。对，小高岛。然后我们今天重要的任务是，我们今天要开光我的第一杆。小高岛第一杆。最佳四钢手来了。最佳四钢手。什么啦？钢。被叫起来。钢。很奇怪。会被黄标，会被黄标。四钢手。四钢手。对。对。澳门的杆呢？我们的杆已经放上去了，等下给大家看。对，这是我们那个杆，非常非常的漂亮，玫瑰金的，我自己很喜欢，非常漂亮。对，这个粉色我觉得其实男生都能驾驭，那也不算粉色，算玫瑰金啊，玫瑰粉。啊，玫瑰，你的杆子你怎么讲都算都对。它就是粉色香槟粉啊，它是香槟粉，然后搭配一些玫瑰金这样子。那我们这支杆呢是跟 Charmex 联名，那我们今天坐的船呢也是跟 Charmex 联名，刚刚好。怎么这么刚刚好？那台客现在这件衣服呢也是 Charmex。 那你的呢？我的呢？哎，大鱼命。好心机哦。知道今天要钓鱼，穿大鱼命必须的吧。白带而已，你知道多大啦。不是，我们今天难得蟹棒没有跟哎。当然就是。可是他今天听说哦，百斤跑了，奇鱼啊，跑了，那就是没有吧？那就没有。是，他有30秒的画面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确定有吗？确定有30秒画面吗？应该有30秒了。哦。因为听他当时讲，好像他搏斗了很久，但是最后线断了。说到底有没有哎？等老线影片吧。等着收看蟹霸的频道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小高高，然后我们今天目标也很简单，白带，就是白带。那我们那只小高高第一杆呢，其实除了钓白带，也可以钓铁板，也可以钓尾铁，或者是钓花卵，也可以，也可以玩底漆，就是比较说大范围的放用杆啊。尾铁什么意思？就是比较小克数的铁板。哦，那我一样可以就是慢铁啊，或者可以啊，这只杆子的负重大概250克。250克，那我拉得起红杆吗？可能全场都烂了。全场都让我。对，那应该是蛮大只的红杆。你拉到可能要全场跟着跑了。总而言之就是可以啦。有个咪咪杆可以了。咪咪杆可以。对。然后后面季节可以接花卵的，也可以钓花卵。对，花卵，然后再来就透抽。透抽也可以。对。好啊，那我们今天就来开光我们的第一杆。会不会断杆呢？那不会啊。会断杆？有可能。你断杆，你断杆。他自己停下来。你断杆女王哎！你刚刚的动作好像诸葛亮哦。你来诸葛亮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准备上船了，待会见。是我们今天小高高用的杆子，第一杆小高高杆。锵锵锵！哦，碎嘎嘞！哦，这个香槟粉。然后今天我们配的电卷是 FM 800，今天应该就是个爆掉的一天了。今天主要来是天涯啦。那你来试试看这只杆子天涯的调性如何？对啊 ，OK 啦。哎，有没有看到第一杆？好啦，今天就是个爆掉的一天。突发敢讲哦。待会见。大伟讲，你有机会。我要先把我一定要拿出来了，因为我会中。没那么快。我会中。小牌比较有。喂，扒了啦，扒了。上班哦。啊，再开始钓了哈，这里62米哈，62米哈。为什么你要这样？你钓花卵呢？我的如何钓法？屁啦！我不相信，真的咬了哈。屁啦！那你为什么不收？有了，中了，这不是来了，拿到了。怎么会？日本人钓法，你有没有看那个影片啊？钓套溜嘞，对啊。
客开壶。要白带你不行啦。真的吗？不相信。你的速度不够快啊。那不是就一只。中鱼，台客中鱼。哎呀，太小了，放生、哦。那个小你要干嘛？你那个速度不够，我要表演给你看。你听笑。你不是说要快一点？好。这不是来了。你放几米？50啊。啊，我在30。你要讲啊。很咬哦，我下去没几下就咬了。你碰烧了，怎样？或者你都不会咬。我刚刚有咬。小姐，我刚刚前面有咬。对，那鱼嘞？没有勾起来。林小姐，认真点啊！哎、欸，中鱼中鱼中鱼！又放错网了，娘呀！哎呦，开壶啦！还在加油！加油吧！哎、欸，很大力哦！不是，完蛋了，我要第一名了！怎么可以说得快？有机会，来。好、哦，说太多了，说太多了。赢了吧？抱歉，子，三子整啊。三子。你的四子啊？你的手表系四子。哎、欸，我四子哎、欸。哎，中了！哎呦，多大啊？说不动哦。对啊。一样三指啦，良心的。哎、欸，四指啊，四指啊，来给船长服务。你要给鬼给鬼。不是，你看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哦有，开枪了，开枪了，你要开枪了。这句哦，这句有啊，你的五指的啦，啊还不到，还是四指，四指有，你说坏了，小布还可以有借口在吗？你要开枪、啊，你要开枪不开枪？我的大拇指跟他动不了，你的皮全掉了，你顶住，什么？好了，看起来掉，哎、好小只你那边，好小只哦，来今天看到。大只的，小只的，它会出现。因为我可以调很松啊。它会出现就大了。我们还那么小只，好大哦。那么小两指，你要吗？放掉。对啊，抬，赶紧抬起来。我抬了，放掉。我给哥哥。姐姐。大的小的嘞？大啦！可以啦！大啦！三组啦！半。三开就丢一样。哇！哎，有啦！哎呦！哦，要换掉！哇塞！哇！有机会！有机会！哦，有输了！胖胖，你输了！哇！没关系，加油！抓大鱼命有差！啊！等一下！好，拍照！这次有机会。哎，五指了，五指，真的，我在推前面你看。你的手五指有了。哎呦，丢一下。哎呀，小白呀、啊。哎呦，来看看这个杆子。
哦，大只的。大个屁！大只的。什么鬼啊？怎么长这样？这么小只。那它还有力哦？怎么这样子、啊？小屁白。那刚刚好甩掉。喂。不是你满脸。下一杆中一只。有了哎呦！哎呦，这个好危险哦！哎，还可以吧？哎，这么小只，这么小只啊！回去抽两指。哎呀，还可以加油！喂，我冰箱可以放一只了。有啦有啦，柿子，我的柿子。你的柿子有，这次有。你的那个标准放低一点，我的柿子可以了，可以可以。要白带马轻轻松松。是。桥底再放十秒就对了。真的吗？耶，大只的，在大鱼蜜旁边钓大只的。什么意思？哎呦！哦，开枪！有。钓鱼哟。哎呦！我猜猜，我的五指。鱼呢？鱼呢？哎，鱼呢？钓个寂寞。钓个寂寞啊！哦，刚很重啊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丢丢丢！丢丢丢！哇塞！丢丢丢！冠军来喽！好啦，有三指啦，勉强可以及格啦，可以啦，三指。好，你的手三指可以啦。啊！我去把它刷。叔叔。哎，好像是我哎，是掉到我了。是有趴到你哦。哎，我松掉了。你还好。白痴啊！你好危险的。我天哪！对。看啦，趴到我还有没有白带剪？等一下换哪一个啊？剪几米？不要几米。七十七米啊，舒服。白痴啊，还钓那么小只。可以了哈。第一次钓白带用手卷，多亏了台客。谢谢，手卷真女人。我又不职业的。哎呦呦，钓鱼啊！手卷真女人。哎，好了，顺姐最好，顺姐最好了啦。你那么激动干嘛啦？顺顺的收就好了。你怎样？他错很大力，我吓一跳啊！结果起来两指白。他会往上冲哎。会。加油加油！手卷真女人。我手好酸啊！哎，你才卷一趟而已。再卷一下，再卷一下，靠，那么小只啊！哎，怎么那么小只？哎，喂，是不是钓到了？喂，怎么小只？我是不是钓到了？好了，可以。前面很小只，好不好？推金，你推金一点就大只了。可以换电剪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我的三指哎。啊，你的三指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看一下，对不对？奶哥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三指对不对？可以吧？可以了，好了好了，算你过了。哦，换杆，手好酸。来，你先拿着。好，等一下哦。中了吗？我靠，一横的。会不会解鱼啊？有没有没有 OK 蹦？赶快挤，赶快挤。太可怕！仁义见血啊！顺便教大家一课。就是被咬了，那个先压住，等比较不流的时候再上那个 OK 泵。对，中鱼哦！
手受伤的第一只，放回舰水的第一只，小小的啦，算大吧？这你要吗？看看，这个大啊，这有大吧？拍几个？拍几个？来来，拍几个？拍了，拍了，拍了，可以吧？一餐可以。还是你觉得要放掉？他先收起来。哎，可以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有啦！那么小，放掉了，放掉，放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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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要剪线喽！啊，它往下游了。好，我们要到点了。那现在呢？时间剩下一个小时。我今天能不能钓个六尺白带？想太多。十指白不好，讲讲，对啊，我们钓个十指白不好吗？对啊，应该另外一只手才对，拿出比出你的无名指。谢谢喽，从来没被白带咬过，感谢我的猪队友。钓白带没有被白带咬过，哪叫钓白带？我还不是自己被咬，是他姐哥往我手抓过去。感谢我哈，那你出体验。见红，谢了谢了。哎呦，准备喽。做一个小时哈，加油加油哈！不能浪费任何一分一秒。好，等一下回港还有比大伟哈。对。你穿大一命，看看有没有机会哈。好。哦，那么凶哦。风车吧。啊，等一下又是个寂寞啦。怎么会？有丢哎。这感觉不一样。真的啦。有啦。拍桨哦，不错哦，哎，大哥，我来，来，来，哦，帮手，帮手，来，大哥摇，少爷，可以这样，可以，有了，哎，叔叔，干嘛？这还可以吧？可以啊，这样 OK， 小心小心，哇 ，My God， 你也是英雄，牛。强了，太棒了！我们的下课员，下班了，下班了，下班了，那你给完美的 Andy， 耶！到港了，现在呢，大家来比拼一下自己钓白带有多大，不要岔斗啦，赌性坚强的，你这样就他了吧？应该是他那一只最大，对啊，对啊，你的那么大只。我看看啊，你输了，没穿上拳。对啊，棒棒输了。真的吗？差不多呢，差不多了，长度了，长度。长度它。哎，我比较长。对，没有中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没拉，还没拉直。哎，又来了。啊，真的。要争赢。还有啊？哎，没有。没有啊，你最大了，肚子那么大，光肚子就赢了。哎、欸，好像没有，没有咯。其实我觉得看起来很像，对，像哦。要不要来蹭一下？哎、欸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200多公斤。多少？490克。490克。啊，我的嘞，我的嘞，完蛋！赶快给我的灌水，灌水。我在泡水啊。小心！他赌气也坚强哦。你多少？我是490，475，差十块，差一点，好啦好啦，还好我们只赌100块，没关系了，建议颁给他了，他晚上睡不着。颁奖，得，阿叔嘞，得。OK， 难得第人生第一次赢钱，奖金哦，我刚去买乐透了。现在你要算，你要拍算支数吗？不用啊。不要吗？大概可以看的大概十几只啦，然后放生了也大概十几只啦。对，我们都把那个大概2指的全部都放掉了。低于3指的我们都放掉了。对。对啊，今天，然后我们今天开光了我们的小高高第一杆，我觉得赞了，这
真的只有一个自在，它的那个调性啊，调性，然后它的软硬其实蛮好的，是它很 Q。因为跟上一代比起来，它碳这代碳布有升级了，对对，然后再硬一点，然后掉的时候，其实它敲到底的感受都是回馈度是很明显的，对对对。还有兴趣的，赶快出来在官网买一下。哦，对，没错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掉了很开心，然后还有比赛，就觉得都很兴奋。原闯我每个人射步率都好凶哦，虽败犹荣 OK 的啦。那今天呢，再次谢谢万豪，就是谢谢船长，还有老板娘的照顾，然后还有那个船上的所有的伙伴们哦，尤其真的特别谢谢小峰哥，他真的是我们那个百宝袋，百宝要什么都伸出什么来，什么东西都有，干洗手啦 ，OK 泵啦，想得到的大概都有。谢谢，然后谢谢船上所有的伙伴们的照顾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这支影片就到这里了。喜欢我频道的观众朋友们，记得开启订阅、点点喜好小叮当，别忘了订阅台客的小宝贝日常。那我们就下期见喽，大家拜拜。